缘分真系好神奇，几十亿人里面，我哋可以相遇、认识，成为朋友，变成工作上最好嘅拍档。成双，已经成为我生命里面唔可以缺少嘅一位。有句说话，我想藉住今日呢个场合同你讲。有人话婚姻系一个二人三足嘅游戏，唔知你可唔可以？ 顾小姐同埋佢未婚夫喎。Sheldon， 顾小姐。Marcus， 系 Emma， 你哋就嚟结婚啦，恭喜晒！ Thank you， 多谢，恭喜晒，成双 ，Sheldon。Emma 最近点啊？都系咁啦。阿 Sheldon 啊，听讲你都中意饮酒噶喎。嗯。咁你真系要试下我呢只威士忌。好啊。 好嘢嚟噶喎，有金木香，有烟熏味。果然系同道中人啊！一饮就饮得出。我呢支威士忌啊，好辛苦逼翻嚟噶，全球得150支啫。咁鬼知咁好饮啊！Come in。陈生，有位叶小姐话想见你。得噶啦，翻去先。 上嚟做咩？前两日你话中意支酒，我问咗 Marcus 攞支俾你，送俾你。咁客气啊，唔使啦，拎翻啦。一场朋友唔系一支酒都唔收嘛。多谢。Sheldon，我真系挂住你。做乜嘢啊？黐咗成你。真系唔可以冇咗你，同成双分手，同翻我一齐。唔好做埋你啊！你屋企好笑噶喎。 之前同卡文就系搵成双督我背脊，而家系同我讲话挂住我，唔系咁噶。想你死嗰个系卡文，唔系我啊！我净系想你同成双分手，翻嚟我身边，我真系接受唔到。我同卡文争餐死，到最后你同咗顾成双一齐。我同你讲，我哋好快去结婚，唔该你唔好阻喺度搞事。你根本就唔中意顾成双。 你中意佢啲钱，中意佢身份。我而家都有钱，你中意嘅话，我俾晒你啊！中意点讲点讲。其实我同 Marcus 而家咪几好咯，加多嘢做乜嘢啫？我唔中意 Marcus， 由始至终我净系中意你一个。以前边个错都唔紧要噶，我哋冇细路，我哋从头开始。我再同你讲多次，我哋冇可能冇事人同你癫，乖仔。Sheldon，Sheldon，你听我讲。好啊。 发生咩事？仲唔走啊？佢实 Q 咯。 咩事啊，昌姐？黐黐地，呢啲酒信嚟，我又同我喺翻埋一齐。算啦，你头先咁闹佢，佢都唔敢再翻嚟噶啦。费事讲佢，关咩事？我谂住喺嚟紧嘅董事会。 正式推荐你成为董事。顾生，你我带嚟车行做乜嘢啊？唔谂住买车系嘛？屋企咩车都有噶咯。唔系我买车，系买俾你噶。睇下中意边架。你买车俾我？点解啊？咁你成日对住我唔闷嘅咩？你都要识下女仔噶嘛？就当系我买架车俾你用嚟沟女啊！你都几好笑噶。 买车逼我去沟女，嗱，如果你咧带我嚟呢度真系想买车俾我咧，我而家即刻推你翻屋企。诶，就呢架啦，趁你啊！唔要啊！呢架车好靓啊！咁咪住呢架？呢个车我睇中先噶喎。你中意嘅话，让俾你咯。不过我觉得你唔应该睇跑车，应该睇轮椅咯。Martin 啊，我哋睇过第二架。
呢個就係宏威地產太子嘅 Martin。呢個僆仔論身家，佢未及我十分一。想唔想出翻啖氣？呢個咪仲靚，不如買呢個。好啊。你又想點啊？冇，想話俾你聽，呢架車我都買咗。你咪玩嘢啊！有錢真係大曬啊！呢度有咁多車，我哋唔揀呢部，我哋可以揀第二部嘅啫。係啊，有錢係大曬㗎。我唔知買呢兩部車，呢間車行所有車我都買曬。要睇車㗎，唔該去第二間。Martin 係嘛？我勸你早啲走。我知道你公司係復生集團，喺生意上好多來往。如果呢一個唔過意搞到顧生唔滿意，終止合作，到時我都唔知道你點同你爹哋交代。玩咩啊？唔好意思啊，顧生，我哋走噶啦。誒，西澤啊，咪話我唔點醒你。呢啲咁樣嘅女人，執到都喊三聲。知道，顧生。Martin 啊！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